小爷新家满意，众筹一波，众筹一波，感恩支持，欢迎午夜星空，谢谢，谢谢娜娜，感谢娜娜给我送的星星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谢谢，加油！我们现在是1.7万了，我们现在是1.7万，我们现在是1.7万，这一组我不敢保证我们能赢，但是我们努力就行，家人们。结束了呀？是不是结束了呀，家人们？有成组的话，咱们看能不能帮忙给整个1314，咱们帮帮忙往上顶一下，家人们。家人们，我们继续送。家人们继续送，我们还需要送星星，家人们，我们需要送星星。然后我们有小星星，送小星星，我们小星星不要停，我们小星星不要停，小心不要停，我们继续走起来，继续走起来，听一下看看。谢谢谢。那最后几秒钟了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送一下我们的小星星，家人们。我们只有几秒钟了，我们一起送一下小星星，感谢支持，谢谢。我们还有没有小星星？我们现在是3.5万了，3.5万个小星星，家人们，3.5万小星星，谢谢华哥，华哥，我们长按小星星，我们最后17秒钟，我们长按小星星，可以一组一组的说，我们锁个塔，谢谢 Starry 哥哥小星星，感谢 Starry 哥哥小星星，谢谢，我们长按，只有最后7秒钟了哈，只有最后7秒，我们开麦，10000分，咱们就是胜利，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支持，谢谢，加油，加油，我们就是直接打心愿单。好，感谢感谢，谢谢感谢阿刘哥，谢谢宝玉范哥哥，感谢我嘻哈哥，谢谢咱们家，感谢我嘻哈哥，谢谢笑笑哥，谢谢不语，谢谢感谢嘻哈哥，谢谢上榜的所有的哥哥姐姐们，谢谢感谢我，让大家伙受累，我们打的，咱们再看一下榜啊，看一下咱们，谢谢每一位家人，还有中国英雄。还有回声，还有问心，冰帝，小何，善有善道，强哥，你过来呀！还有东哥，还有咱们的刘渊，还有国成大哥，半颗烟，等等等等，感谢所有的家人们，谢谢，辛苦了，家人们，请受小僧一拜。谢谢，感谢我超哥，谢谢我妞儿哥哥，谢谢，谢谢爱不释手哥哥，谢谢，谢谢756哥哥，谢谢安牛哥，谢谢随缘哥，谢谢瑞哥哥，谢谢阿峰哥，谢谢小草哥，谢谢我华叔，谢谢奋斗哥，感谢新亮哥，谢谢盖尔强哥。谢谢果果，谢谢玉兔哥哥，谢谢花虎哥，谢谢双优哥，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帮育儿大手也支持育儿的哥哥们，谢谢你们每一位兄弟姐妹。好，我来开个麦。哎呀，这个不知育儿姑娘还有佩仪姑娘是多少分呀？你们是多少？我是2.2，但是要减去1100，然后老天爷，21000。佩仪姑娘呢？4万。哇，天爷，怎么了唐装了，哎呀老天爷，那肯定八戒第一名吧，49000。哎老天爷，我的天，师傅多少？你的灵魂失控了，那就奖励谁呀，师傅？不是奖励我，不是说要就是点节目吗什么的？对，是。点一个，我先点一个呗，那去。好，我跟育儿姑娘配合一个呗，是吧？行，对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嗯，可以，好。好，我主要是配合咱们这个。育儿姑娘的小眼神儿，哈，好，还知道我小眼神儿。玉儿，哥哥，玉帝哥哥，哟，玉儿，哦，他怎么长得像那个潘金莲？不是，嫦娥姐姐她，嫦娥。
爱情的道路布满荆棘，啊，天长地久共白头，共白头。就这小眼神哎，啊，这还聊得吗？跳的可真好看。请问这玉软，你是嫦娥的什么亲戚呀？我是她妹妹。哦，短娥呀。那咱俩是有亲戚的，咱们俩亲上加亲得了。我看刚才你的舞姿，你的笑容像极了嫦娥。莫非咱们俩你是从天上下来的？对呀，我玉兔是不是还在你那儿呢？兔早就跑了，早就我现在就要嫦娥，就不是就要嫦娥的妹妹，就是就短娥，就是你刚才你跳的舞蹈真好看，你可否为我老朱跳？哦，对对，当然可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该下一个了。佩玉。都说佩玉长相高翠兰，身材像嫦娥。我告诉你，你他俩你可都别像，你就像我老朱的媳妇就够了。有人看谁更像媳妇？哎，那可不一定。我心对我专一对姑娘，我胸怀大志，我胸波涛汹涌，我这个胸怀不是，哎呦妈，不是我就是。我心里想事多，我心里能装好多好多小娘子，我的心都，不是我心里，我说那你刚才他跳的那舞蹈挺美的，你可否我们也来唱一段呀？好呀，想看什么呀？我想看厉害的。我那舞蹈，那昨天晚上见个姑娘穿的衣服，咚咔，咚咔，哎，明白了，那舞蹈跳的都恐怖吓人了，我没看他，就是想让你来一个现代的，现代的，对，没看他跳舞，我不敢看，我说不，我这出家人不，出家人不能看，我没看，哎呦，看。都老厉害了，那舞蹈跳的，我都不想看。我不敢跳一个、啊，你会不？跳一个那个，我给你们跳一个《似美非》，好不好？就是一个很温柔的舞蹈。看了会让你开心的舞蹈。呀，看了开心就开心是吗？好，来吧来吧，再欣赏一段，家人们啊，再欣赏一段。咚咚咚咚咚。他衣服是确定不能掉哈，是拴上的，这个好，哎，不跟你是情侣装，啊这啊，你可得了吧，我情侣装，对，差不多，布料都挺省的，就你穿的多。吃的比我都骚，眼都没有眨过，被骚死了。有人，不是我怕错过这个美好的时刻。哎，练练，这是要为谁呀？
为自己了，待会儿。大八戒喝了吧。哇！哎呀！哎！有人。这干啥呀？这么想不开呢？到了，这喝晕了。哎呀，咋又来一杯啊？又没有赔一个？我来来来来来，一起干杯！起来吧。跳完了，真好看。刚才这跳的，人家都差点没控制住，差点给你跑喽。好了好了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真好看，家人们。佩义，刚才你喝了酒，是不是先把自己灌醉，给我留机会？也不是，给我们，就是喝多这，身体要紧啊。人家就是天气热，喝一杯凉快。说什么？我最见不得姑娘喝酒，一喝酒，我就想好事，不是，我就看着挺好。哈哈哈这样还美呢，还美呢。来了，他这个控制不住自己了，还在喝。关键是佩仪，你在左右动的时候，人家八戒一直左右看，左右找你。我刚才没有好好看，我刚才我接电话呢，哎，我打电话。你眼神从来没离开过。严氏就是解释，就是严氏。你快急死八戒哥哥了！哎、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这两位姑娘跳的都好看。嗯。哎，嗯，这咋的？八戒还意犹未尽啊？好景不长，我要有个这样的媳妇，我天天让她给我跳。有人不是，俩人要合作一个的话，那更厉害了、嗯。啊？合作？能合作吗？能呀，能呀。你看，当然能啊！那师傅，那怎么合法？怎么合呀？八戒想听个什么歌曲呢？我想吹个《驾驶比利》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估计对两位姑娘来说有点难度吧？就那个歌，比利，驾驶比利，比利比利，那个歌老狠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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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就那也算了，那我来个古典的怎么样？
好，找不着古典的好。古典，那我就来一首神话怎么样？神话的好啊。可以啊，可以。还得搞个神话。而且你这你又为我做嫁妆了，你这是？你得了吧，神话剧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这老妖子，你还准备干嘛呀？我要蒙衣大将军啊！谁？我是我，你一个我一个，你老看着锅里的，还吃着碗里的，干嘛呀？不是，我这就是护送二位公主嘛，我护送二位公主。啊哎，那好，那他俩都跳啊。行，那我觉得神话就都是古典的嘛。好，来一个啊。刚才那个逼连不符合是吧？神话嘛，神话比较合适。然后我扮个大将军，然后两位呢就跳舞，你们俩就扮玉树公主。最后咱们仨一块儿再让八戒给咱吹个结婚的小曲儿，再来一拜堂。你想干嘛呀？我行吧，等会儿吹完神话之后，我直接换喇叭，我给你送走了。哎呦喂，他想的挺周到的，怎么就到他呀？有人，我算了吧，不吹神话了，我吹这个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别闹别闹，不是神话吗？不是神话。你他整的还挺妖娆，他个有人在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姐啊，主要是看我们的情绪，注意转曲转换的时候。好，你交给我了。这个活我给你整好了，配音啥的啊，师傅你悠着啊。将军还没有更好衣呢，老妖精妖兽。师傅，我吹什么？你演什么啊？对，将军来了，将军。速度点。公主，我们开始启程吧。好。三个师傅演的。霸王别姬，霸王别弄死了，我把虞姬抢走了，都笑死了。有人，大姐别闹，别闹。啊，这个没有生离死别，这是好是将军的，大将军。两位公主，请让微臣护送你们进京。
实话是一场实话剧。两位公众，我们已经到达京城。对，两位公众，皇上好像对你们两个没什么意思，咱们三个就把事儿办了吧。这是干啥？这什么节奏？没控制住。你要给搞一个结婚曲呢，谁让你来个？人家师傅衣服穿半天，结果是啊。我等这一刻等了半天了，我就准备。你拉倒吧，你当我的面娶媳妇，你飘了吧你。给个机会呗，给个机会呗。挺好挺好，这二姑娘跳的确实很专业，也很美，师傅配合的也很好。就是都是舞蹈主播是吧？专业的，对，我们都是跳舞主播。对，现在就是穿的，抖音现在就这点的，就是抖音现在这个这样的主播很少很少的，我觉得挺好，挺好，嗯。谢谢。有对，我希望呢。就是那曲子吧，一换他没有控制住。啊。这师傅就是穿那个师傅的衣服，跳个迈克尔杰克逊那个什么的感觉呢，师傅？是主，我觉得我挺心疼师傅的，穿吧穿半天，脱吧脱半天，对，还没等到那个啥。啊，这他还想泡我老朱的妞，我说你得了吧这。呵，我老朱每天看到这些姑娘，心里就痒痒，他要娶走了一个，我不得哭两天呢，我的呀。出家人不能这么妖娆。丹姐总，你每天看这么多美女，能记得住不？我呀，对呀，我实不相瞒，会不会喊错呀？我当然记得住呀、啊。要我心里，我觉得八戒哥哥肯定记得住，他能记住的只有一种女孩，就是漂亮的女孩。对对，长得好看的姑娘都能记住，像你们俩，我老朱这就放心吧，我下辈子我都忘不了你俩，放心吧。咱说以后啊，穿衣服打扮可别穿这么少，穿的少人家担心。嗯，哦，就是出门不放心吧？哦，对对，穿的一少吧，我总觉得会掉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，我是那我表演才艺，我是一名魔术主播，我想给二位姑娘给我师傅演个魔术，行吗？好，好啊。而我好这从来没有演过的魔术，今天晚上我献丑一回，给这两位姑娘换一个活，怎么样？欢迎欢迎欢迎，我们要见证奇迹的发生了，来师傅，大行，对，不是，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魔幻世界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看是您的眼快，还是八戒的手快。注意这个精彩时刻，来吧朋友，千万不要眨眼。二位姑娘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就让我们共同来见证奇迹的出现。吹一口，请二位姑娘撅起你们的小嘴嘴，对着八戒一人嘬上一口。吹一口啊！吹一口，不是嘬一口。对对，
对，哦，嗯，好嘞，嗯，没了。哇哦，看多么的神奇，他变没了，他手里的心去哪里了？去哪里了？你们是不是感觉很惊讶？嗯，是的，是没错。好，注意注意注意，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。你们三个共同吹一口。好，咱们三个一人。好油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好油啊！哎呀！好油！刚刚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，你们不要误解。好，太神奇了，家人们！他变大了，家人们！两位姑娘是不是感觉很神奇？这个心已经变大了。来无影去无踪，他又小了。哎，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，这就是。好，既然掌声这么热烈，那我们的魔术大师就给他加演一个吧。好，用你们的欢呼声，用你们的掌声来继续见证奇迹的发生。他着火了。哇哦！难道他要自焚不成？二三，哇！好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！那个佩仪，那个观众，你第一次被骗，第二次还被骗，你是不是脑子麻了你？好，二位姑娘，那个风里边有神器，刚才腰声吹的我没看到，他俩吹的，哎，还这么吹的。是吹可不是吸哦，吹！哎呦我的妈！好，咱们都关注这个玉儿，还有佩仪，还有我师傅，赢了个好，很开心。谢谢，直播呢，谢谢。对，经常看跳看唱也腻了，一起搞搞节目，搞搞笑啥的，开心就好。嗯，哎，真好，真好。行，那咱们就下次再见。好的。好。啊，拜拜！二位姑娘，可别想我哦。哎呦，我走了啊！拜拜。哎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一迪哥哥，佩爷，拜拜。我走了啊，我也走了，拜拜，退不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佩仪姑娘，玉儿姑娘，跳得真好。好的，下次咱们再见。我们下次见。嗯，拜拜，哎，拜拜。欢迎大家。笑死我了，家人们。谢谢。给大家跳一支舞吧！哇，直播间这么多人，给你们发个小福袋吧。谢谢大家，给你们发个小福袋哟！喜欢的点点关注，然后南萌开始跳舞了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给大家跳一个就是白狐。可有人听见我在哭？等
灯火阑珊处，可有人看见我跳舞？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狐，千年等待千年孤独。滚滚红尘里，谁又种下了爱的蛊？茫茫人海中，谁又喝下了爱的毒？我爱你是你正一贫如洗，寒窗苦读。离开你是你正金榜题名，东方播户外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喜欢，希望大家能喜欢，谢谢。我们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一下关注哦，谢谢全民说说，谢谢。谢谢自由，我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，千年修行千年孤独，夜深人静
其实我这种吹在天台吹着风，其实还挺凉快的。其实挺凉快的，就我已经就是说能够就是感觉已经适应了这种天气了，家人。我感觉我已经适应这种天气了。去很多地方，但是害怕。吹呀吹，吹呀吹，叫放纵。射的挺强呀，那可不，那肯定的呀。谢谢大家，我们这波我们的关注点点，我们继续找人连连麦啊，我想连四人。又瘦好几，感觉瘦不了好几斤，能瘦早瘦了，家人们，能瘦早瘦了。要不我今天就休息吧，明天我再试一下，明天播早一点，明天早点播，今天就播到这了。我们今天就播到这里了，然后今天是我们直播间闹闹的生日，是我们家闹闹的生日，给我们的闹闹跳一支舞蹈。谢谢生哥，我们今天就要不就到这里了，然后我再调整一下，不能播太晚，不然下次播户外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力气了。对，我们公屏上走一波，闹闹生日快乐，闹闹生日快乐，对的对的对的。我们走一波，闹闹生日快乐。来，走一波，乐乐生日快乐，跳一支舞蹈送给闹闹，生生世世爱，希望喜欢。
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的左上角关注，好，我明天就尝试一下能不能在人多的地方。谢谢啊，李哥哥送来的当代舞王支持，感谢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是当代舞王。等一下，谢谢。那我们就今天就播到这里吧，家人们，喜欢，感谢。今天就播到这里吧，明天早点来。明天早点来，谢谢谢娜娜1314，谢谢谢谢阿里哥哥，谢娜娜，谢谢野太阳，感谢如云哥哥，谢谢西子，谢谢浮生哥哥，谢谢45度够洒，谢谢谢贤哥，谢谢冰墩墩，谢谢小跳蛙，谢叶子，谢谢支持，还没唱，我一会儿私发唱。我就不在公屏上唱了，家人们。在这灯光闪耀背后，在这华丽舞台前头，一路走来变形失神认可，你们懂的。失认可还毁啊，家人们，没骗你。最舍不得让好吧，我们就走了，拜拜，明天见喽，521爱你哦，晚安家人们，521爱你哦，晚安，走喽，拜拜。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。